此天疏，可没来得及查。天神巡逻不断，只能下次再来。只有找到妲己，你才有出头之日。找到了妲己，你想怎么样？报仇雪恨！你问的太多了吧？快，找一个淫恶的男人来，我要吃了他的心。 你敢说不？你饶了我吧！我已经修炼了千年，你是淫秽的孽障，你休想！